退我走，想走。人类有害物质。今天一路上分欸，我现在89颗了，我快要90了。我这一季首次要突破90头了。火滚卡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忘了。我看到小本本有没有？我忘记了。你还记小本本哦？你这么贴心哦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是可爱贴心暖男欸，这么贴心呢、啊？火滚，那谢谢你吧，对不对？哦，是谢谢的意思啊、哦，是吧？有没有？小本本有用啊，小本本有，马上认真的在学习啊，不是来闹的。真的要追啊，音乐不好。好，跨国恋情。好，你很猛哎、欸，你真的很猛哎、欸，绿哥。有、哦，绿哥神就是不一样，因为下次世界赛做准备啊，台湾大概只有0.1%。哦，有那么多，确实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应该想那么多的，我怎么多加了一个0.1呢？我错了。路也烂了，救救！看起来超烂的，有正方哎，好了，爆！我看啊，哇西海牛！哎，有了，让他交闪，他不玩了。跑啊！快跑啊！顶不住了。我方魔龙的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这猴子很衰啊，一直不暴击。哎，我等了那么久。哇，你这个姐有哎、欸！哦哦哇哇哇！哇，差点吃到补包，辛苦了。啊！搞不到场。没踩到，没有采用那补包。腿太短。主要是我觉得对空。花钱、啊、不是花钱，主要是那装备又有点贵。出那一件出完，大概再加个800-900块就有一把王者，是我不爱的。古墓没血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感觉有点贱。我拍谁了？有火箭啊！正在被攻击。吓到了！哦，哭啊！哦。切起来了，耶娜的神来了，一个二技，出国。哦哦，失败。你会数吗？哇！哇！哇！小心敌方，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乱射他一枪了，劝退他，叫他滚。Yes。哇！开推哇！我听到了，你是不是又顺到他屁股放个屁给他继续推？我听到了，没有，我刚才我也忘了怎么接了，我记得我是二闪啊，继续推。哎、欸，那是谁放屁？不是啊，你刚不是顺到他屁股后面吗？是吗？你哦，是吧？我了，自己都忘记自己怎么操作是啥？哇靠！这么肌肉记忆的吗？已经是肌肉记忆了吗？哦。这才是无脑操作，各位厉害了！玩凯撒路不需要带脑的，真的成神了呢。闭着眼睛都知道自己在按，都不知道自己按了什么，但是就是一顿操作猛虎呢。太狠了！掩护，我只普攻了。我居然努力了，我直接点他。哇，这么远！完啦！我才刚要插眼，他已经丢上来了。哎呦，这个走位，你还在扭吗？还有空间？来，你没有啦，冷却结束了。技能没冷，一技能还没好啊。可惜。感觉还有朋友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我们在看我放眼了我放下上面
想看，好像很像。要不要打人？哎、欸，他位置很好。欸、再靠，再靠，再靠。有了。哎、欸，衬衫，我外国买不了。哦哟，我大已经按了哎、欸，运气不太好，可惜了，差一点呢、欸。解封刚刚给悟空了，没留到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呦，走得住吗？应该可以，就有点困难。哎呦！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胡根，我方基地正在被杀手。波甲，干什么？苏清兵，来你，来你，退我！操！操！到底是？这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不是世界赛、欸，这不是比赛呢、欸。台地，低调啊！请求集合，开车吧！哇，玩的烂尾！厕所，我已经没力了，来得及吗？来，哎、欸，他很强哎、欸！还是凯，还是凯！我觉得要吃凯，我觉得要吃凯。厕所，感觉要哎、欸，感觉要吃哎、欸！要吃！不吃，再不吃要狙了！我要去厕所，赶紧去！哇，小啊！哎，你作弊啦！完了！你又成神了！成神了 ，bro！ 准备一波，不可能吧？什么意思？他们是怎样、欸？他们什么意思啊？他们什么意思？抢一波！这么狠！在我这一波被城市下这边抢一波，死神镰刀，耍二了对面。哎、欸，凯恩倒来，我们要不要直接冲一波啊？反一波，我有抢，哎、欸，造出来了，老赛结束，冲啊！上啊，小兵，随即射下来。哎、欸，你要死了，哥！我啥也没干、欸。哦呦，死神镰刀 ！OK 啊，我啥也没干呢、欸，怎么办？点人！可以！啥也没干。你还要操作他？我靠！你怎么切了一堆东西啊？你什么时候要死？你什么时候要死啊？真的操！啥也没干呢、欸。我啥也没干，乱送你呢。你什么时候要死啊？哇！有，这边就有神没、欸？有人在操作。好扯哦！这就是叶娜的神吗？真的是天花板呢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这把已经狙的已经算是没有到非常歪了呢、欸。他输出也没他高，到底是啥小？这个人到底在干嘛？这个人叶娜到底在玩什么？我记得他以前没那么强啊！真的，珠宝那啥血量啊！与、啊、神同行呢、欸，超扯的！你看，这就是我不敢出叶娜影片的原因。